大家好，我是 Susan， 今天呢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礼拜呢在 Lowe's 淘的宝贝铁线莲，猜看看一盆多少钱呢？看看它的原价36.98元，真的太贵了。说实话哦，铁线莲36.98元我舍不得买，因为呢我感觉我不是那么喜欢铁线莲。对于我是对铁线莲呢也不能说不喜欢，就是我没有那么熟悉，我只是在网络上呢看见了很多男友啊种铁线莲啊，感觉跟那个玫瑰搭配啊，就像那个洛杉矶的南加州的那个青年，看看他那个铁线莲，它跟那个玫瑰花搭配的确实很漂亮，所以我才有那种冲动想去买。然后呢我这个礼拜呢去的时候呢看见它还有两颗，我就问他说是不是可以5元卖给我，这么便宜。然后呢他因为我之前呢为什么会说5元呢，是因为我之前呢在 Home Depot 买这一盆是5元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一颗，这是两颗的，这个是它可能是原价是25元，然后呢它卖给我5元，所以呢我才会这一次去Lowe's 呢才会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5元卖给我。然后呢后来他打电话问那个经理，然后那个经理说3元吧，两盆6元，然后我就把两盆买回来了。所以呢在美国呢你真的可以买到降价的花或者植物，就是在 Lowe's。 我看了很多店呢，特别是我以前因为喜欢兰花的时候，我有去很多美国店啊，像 Safeway 啊，然后呢很多Trader Joe 啊，还有 Whole Foods 啊，美国很多有卖花的店啊，不能说花店，他们是不降价的，一本他那个花凋谢了他们只是扔掉。以前我因为我有曾经有喜欢过一个兰花嘛，然后呢一个文心兰40元感觉太贵了，然后我有问那个 Safeway 那些员工，我说你可不这个没花了可不可以卖给我便宜的，他说 No， 他说不可以，他们卖不掉的花呢只能扔掉不能降价，可能这个也是他们的一种促销活动吧，也是一种那种营销啦，不能说促销，营销的那种观念。然后呢在 Lowe's， 在 Lowe's 呢我很买了很多那种降价的花，所以呢如果美国的小伙伴们，如果你想买什么花你感觉价格贵呢，你可以去 Lowe's 看一看，等到它降价的时候买，当然有时候你买不到也有可能。我这个对于铁线莲呢我不是说那么特别特别的喜欢，所以呢我就想说有降价的时候呢我买回来试看看，今年是我第一次种植，没有的话呢对我来说呢影响也不大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就是要想请教那个花友们，铁线莲呢要怎么养。像我呢这个你看我买回来的现在呢是冬天了，前几天呢其实是到我外面都结冰了，很冷的天气，然后呢这几天呢天气稍微比较好一点，是有10几度。我发现呢前几天有一个花苞掉了，现在我们这边是冬天，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些花苞啊掐掉，还是不用让它这种开花，现在它能开起来吗，这是我的问题。就是说如果对于铁线莲很熟悉的朋友，麻烦你告诉我，然后呢拜我底下留言一下。现在来看看，让大家来看看他们这三盆长得怎么样。首先呢来给大家看看，这一盆是我在Home Depot 买的，这两颗是5元，这个颜色我倒是比较喜欢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会像它照片上这个颜色，特别是这个紫色的我真的很喜欢。这是两颗长得好像也不错，它来其实这个是一个月之前买的，买回来的时候其实干掉了，然后呢后面因为它干掉很难看，我就把它这个都掐掉都剪掉，然后现在它已经长出
萌发了新的牙起来，还算不错。这个因为它本来就枯掉了，所以我就直接，我看见它干的时候，我就直接给它剪掉。然后呢，现在来看一下我这一次在 Lowe's 买的这两颗，像这种呢，我要不要剪掉，我都感觉很，就是说我不是很确定。我看见有的其实是干的，像我像这一个，你看都干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应该有的是不是？这个应该没有，这一条是没有的。然后呢，这些花苞呢，我要不要给它剪掉？我要不要像这一颗一样给它修到下面来？这个是它目前的状况。它确实，你看它这个铁线莲，我真的不懂，因为它好像。其实看起来这个好像梗，好像有点干干的。可是呢，它又你说它干了，它又不是干，它又可以长出新的萌发新的芽出来。你看它这个有新的芽点，可能这种可能是很确定是干的。这种有的是你看，实际上是这种干的，可能我会剪掉。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说，现在有花苞，它会开花吗？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花苞剪掉？这边也一样。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你看它长出了，我看见呢，他们有的呢，像那个冰冰有燕啊，还有 Sophia，他们都会剪掉。那我在加州这边呢，我们冬天呢其实不是很冷，我要不要剪掉？南加州的青年，你要帮我看一下，你看它这个长得还挺好的。关键它现在是冒花苞，这个其实我感觉它有一个花苞也要冒，我是不是要把这些花苞剪掉？确实是，没想到铁线莲真的很贵耶，36.9块嘛，把交完税要40块钱，我3块钱能买回来，真的是很便宜。它其实等于送给我，只是这个盆子的价钱而已。所以，在美国的小伙伴，再次呼吁一下，如果你喜欢的花或者果树，在 Lowe's，其实它真的是有降价的。你就是可以看一下，如果感觉价钱很贵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过阵子看看它还有没有，它会往下降价给你。今天是赚了个大便宜。好，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